这不太流利的台语让整出戏笑点不断。你不演戏啊？素颜快乐好全啊！戏白很失败，三个台语都很不认真。因为团体里面两个是客家人，一个是外省人，没有人是道道地地的闽南人什么的，所以真的客家话讲得很笨，闽南话讲得很差。讲得非常差，客家话讲话还是 OK 的。对。别看 SHE 三人在台上表演的有模有样，其实私下的他们除了 Ella 之外，泽英男和 Hebe 可是对布袋戏有相当畏惧。可是我其实不太敢，我从小不太看，而且我也蛮害怕那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它布偶很恐怖。对，像我们那时候练习啊，其实老师就叫我们带一只回家练习，但是我们都放在袋子里面，我完全不敢打开，不敢拿出来，一点都不敢练习，所以我们技术一点进步都没有，因为看到那个脸就是有一点害怕，很怕他眼睛会突然眨一下或者什么的，就觉得很恐怖。尽管再怎么害怕，三人的好默契还是把这出布袋戏表演得非常精彩。完全热诚司仪陈宏琳采访报道。